影片快转连结在置顶留言里，中文字幕开不开都一样哦。黄黑龙有三种状态，识别方法是看它身上鳞片的颜色。红色，炎活性状态，最怕冰属性攻击。蓝色，冰活性状态，最怕火属性攻击。紫色，龙活性状态，最怕龙属性攻击。但是用冰或火属性也不错，没必要刻意去搞龙属性。黄黑龙在战斗中每隔两分钟或三分钟会切换一次状态。以特别任务黄昏黑星为例，它出场时固定为炎活性状态，战斗进行三分钟后变换为龙活性状态。之后再过三分钟会发动终极审判。审判结束后变换为冰活性状态。简单来说，它属性变换顺序是炎活性、龙活性终极审判，冰活性、龙活性终极审判。正常情况下，两组轮流切换，无限循环，直到它死掉或你全队死光光。接下来说明每种状态时你应该做的事。炎活性状态时，用冰属性的武器或子弹或猎虫去攻击它的弱点。当属性伤害累积足够的时候，黄黑龙会跌倒15秒。成功让它倒下一次，终极审判的威力会下降一阶。如果你属性伤害比较低，炎活性状态时没有让它倒下也没关系。进入龙活性状态时，一样可以继续累积属性伤害让它跌倒。当黄黑龙变成龙活性状态，打它的头可以累积破坏值。单人打满1275伤害可以破坏第一只脚。破一只脚后，它会跳过一次冰或火循环。比方说，下一个循环应该是冰活性龙活性终极审判。因为被破脚，所以变成炎活性龙活性终极审判。简单来说，有计划的破脚可以让黄黑龙跳过两次你不想面对的冰或炎活性。另外，如果你真的很手残，单刷时可以把虫炮拿出来打。虫的射程远，属伤高，很轻松就可以抑制两次或破脚。基本上抑制一次就够了。平常还是要自己上去消血量，不然靠虫要打到民国几年。龙活性状态结束后会发动终极审判。刚才用虫炮抑制两次，所以审判威力只剩大约一条最大血量伤害。稍微补血一下，想死也不容易。接下来看只抑制一次的情况，在他升空前你想做什么都好，要记得留一点时间收武器。升空后扣血有点慢，时间很够你吃星辰肉干或秘药补血。重播一次，升空后只要确实补血就不会死掉。扣除大概220左右的血量后，审判结束，进入下一轮活性循环，并且重置抑制次数。如果你一次都没有抑制黄黑龙，当终极审判来临时，不管你做什么都会死，就算有鸡奶女优帮你奶也会死。接下来说明打黄黑龙的建议技能。黄黑龙一人包办各种属性伤害，最麻烦的是你如果陷入龙属性异常，武器的属性伤害就会失效。所以第一个建议技能是属性异常状态的耐性，有了这个就可以免疫冰火雷水龙五种异常状态。第二个建议技能是提高生存率的体力增强三，精灵加护三或五。第三个建议技能是不屈，拓荒时期你一定会常常死掉，不屈死两次加20%攻击力，超棒。
其他提升属性伤害的技能最好也要有。接下来说明被黄黑龙推倒时的应变对策。营地左上方有爆裂结晶，没事就去捡一下。当黄黑龙把你撞到地上爬的时候，观察它的动作，有危险就赶快射精。要注意，不要太早射，一定要等有危险的时候再射。射中后它会吓一跳，然后就有机会逃命了。接下来说明撞墙，现场有四个很小的小山丘可以让它撞，要瞄得很准才撞得到。撞墙成功后伤害只有1050，有点少，但它倒地的10秒可以让你用来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。以上孤狗姐姐配音，后面附录外行人打很久的操虫棍单刷全程录影881。アルバトリオンか。凄まじい力を秘めているが、この力を抑え込まないと全滅の恐れがある。属性武器で攻撃すればアルバトリオンの力を抑えられそうです。無属性武器だと力の抑制ができなさそうだな。気をつけてくれ。やつを観察すれば有効な属性が分かるはずだ。奴を観察して有効な属性を探り出すんだ。you
を狙え。チャンスは今しかない。強力な攻撃が来るぞ。回復の準備をしろ。アルバトリオンの属性が変化。
な攻撃が来るぞ。回復の準備をしろ。
属性武器の攻撃でアルバトリオンの力を抑えられれば。この調査結果を国に送ろう。